要没亮啊，要没亮。挺像日出之前的，是从这个角，从就是背着光落过来看的话，5点半6点。后面如果不阴天的话，5点6点8点半，有人拿那个，正好特别像日出。哎，月亮可以看啊。这个月亮漂亮，跟没有云的时候还是非常漂亮。这就是他过来陪你一起看，现在不知道太阳升起来了。我还要拿手去摸吗？现在没有。其实马上就出来了，现在是相当于在天边。这个你们俩稍微一看一个状态以后，我一个空镜就是那太阳蹭就出来了。咱们一会儿到时候跳在那个主观，太阳啪一冒头，直接就站着，脸上全是阳光，金灿灿的，金灿灿的。越来越弱了。行。昨天那个下光下的太快了，我感觉到。来，可以来，看有什么惊喜啊，同志们！3、2、1，开始。熊子，干什么呢？